虎之乡无锡的舞台上来了位奇人，他的琴，他的艺，他的经历让人议论。创新者总有奇思异想，也有不凡之举，被刮目相看在情理之中。高少卿，60年代生人，当今闻名世界的二胡顶尖艺术家之一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，现旅居加拿大。他带着二胡走进了世界音乐的行列，谱曲演奏的作品融汇中西，并获艾美奖提名。他的探索启发了中国音乐的新浪潮、新明月。近年来，致力于二胡升级改造，自创少琴，赢得喝彩。高老师，上个月在无锡的我们广电的音乐厅举办了一个讲座，是从二胡到少琴。现在呢，最大的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这个事业上，就是这个少琴。就少琴是什么东西呢？实际上是二胡的一个升级版。我这样臆想一下，是不是您在拉二胡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是感觉到了某些限制，所以你才产生了这种感情，他的这种。你说的太对了，音色我是非常喜欢，就是所谓我们现在对二胡的，就是普遍认为的这个音色。但是我改革的最重要的是二胡的音域的问题。从刘天华先生之后，就可能把它奠定成 DA 定弦。DA 定弦呢，就是你要想象小提琴就是中间那两根弦，也就是钢琴最中间的这个中央 C 上面的这个 DA。你要去试试看那个音高，事实上是更趋于女性的音高。这就是等于是把你的局限了，你这角色就是一个，比如说就是一个青衣的角色。二胡比如说把千金放在中间这个地方，等于是上面有一大部分的这个弦是浪费掉的。我的少琴呢，就把这个千金彻底移到上面去了，把所有的全部利用上。这样结果呢，就是我的少琴的音域就拓宽到最低的音是基地。基地也就是那个我们男生，现在我说话的声音就是在这个频段范围。二胡的形制，就是它的声音音筒的形制，作为小范围的演奏它是很好，对，但是作为音乐厅的演奏它不适合音乐厅演奏。虽然刘天华先生把二胡从民间送上了那个音乐的大雅之堂，但是这个乐器本身它还没有利用这个大雅之堂。这个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面对那个观众坐下来，他二胡同是这样的。如果我面对你的话，他那个音窗知道吗？音窗就是小提琴的那 F 孔，二胡的音窗，他的声音是往后，对，往后。所以说你坐下来，你听我，事实上你听的声音是从后面反射过来，前面的反射的声音是很少很少一点点。我的少琴，我就把那个筒，这个向上了。而且不光是向上，可以向前、向后、向下。这个我看你那个筒口是可以活动的，可以活动的。那当然，我是为了向上的。然后这个筒一往上以后，它的声音就往上走了。那现代的好的音乐厅，
上面都有反射板，反射板，对，而且是反射板是有点斜的，你这一声音出去，反射哗就跑到了。所以说，少卿到了音乐厅里头，绝对是传得很远的，啊，然后自己又听到自己了，因为他这个直接对着你的耳朵，少卿可以解决很多这样的这方面的这个这个问题，包括我们二泉映月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小限制在里面。对啊，你太棒了，这毕竟是无锡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懂。还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为什么用少卿。那二泉映月现在来讲是要另外再买一套二泉的弦，然后才能拉我们伟大的阿炳的二泉映月、听松这些曲子。因为他当时是很老，也许是丝弦吧，他当时那个沧桑那个东西，而且定音定得很低啊，用中胡呢又不对。还有一个长城，刘文清先生写的《长城水响》啊，这个呢定音定的 C 和 G， 比二胡低一个大二度。一般的二胡听上去啊，拉上去好像不够硬，所以说又要专门去搞一个长城琴。长城琴。嗯，那我如果一个音乐会又拉二胡曲子，又拉长城，又拉二泉，我要出去旅行，至少三把，三把琴我要带着。我现在少卿一把琴就把它搞定。我的千金还有一个活动的千金，这个活动千金呢，就是把它一放下来可以变成 DA， 就是一般的二胡，然后把它一打开以后就是 GD， 就是可以拉二泉琴，二泉。或者是拉那种传统，甚至拉外国曲子，小提琴的曲子直接拿来拉，然后放到任何的地方，比如说 CG 也是可以的。有人说，少琴的出现步入了后二胡时代，它让这种乐器的声音更富表现力，更被世界接受。高少卿在大洋彼岸也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。90年代的时候，才十几岁嘛，就开始追美剧，叫《泰星来客》，太好看了。但是那部电影的主题音乐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因为当中有一段咱们的民族音乐二胡的声音。这个作品就是主题音乐，事实上得了艾美奖，最佳主题曲的提名奖。那时候是你要听那段二胡啊，其实它已经声音已经跟一般的二胡不一样，是不太一样。事实上那已经是初期的少琴，但是只是千金，就后面下面琴筒还没变。你知道这个泰星来客的他这个 producer 啊，这个制作人是大有名的，因为他制作的另一部比这个泰星来客还要有名，叫 Star Trek。
绝对是好莱坞的大师，他找到的作曲家是我的好朋友，是那个加拿大的那个叫 Mary Beth Solomon， 他经常录音会叫我去，因为我去录音特别容易，他就说哎，我给你这几个音啊，你随便发挥，我一拉出来就常常会比他们想象要还好100倍，所以说他很喜欢，他说你来做一个那个 demo， 就是做一个小样，我就去就拉了这一段，你们听到的这一段，那拉小样拉完了以后呢，就是那个 producer 啊，就是 Gene Roddenberry 这个做泰辛莱克一听，哦，就是我们要的东西，马上这个活就变成他的了。之后我6年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进棚，就是我那时候还赚了一点钱，而且看完这个戏，很多人就对这个主题音乐特别感兴趣。印象很深刻。他当时成千上万个email就问这个作曲家，哇，这是到底是什么乐器，这么好听，你是什么东西？然后还有一个，好像还有一个，他跟我讲的很好玩，他说是不是你把那个中提琴录下来以后，然后把它从后面往前放，就倒过来放，反正是好多好多故事。这是其实对中国二胡走向世界呢，也是做出很大贡献，也是机遇很好，就大家听到哦，原来是这么东西，然后一来听音乐会，哇，我听过这个东西，是泰辛莱克上面听的。但是呢，在国外是的确是靠着一把二胡啊，其实我们还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你比如说跟交响乐团演出，常常他的作品是很多很多，一个交响乐团有150场演出，他最多有一场是不是就是稍微有点变化的，我们就要抓住那一场才有机会去演出。哦，所以说作为我来讲的话，能够靠以此为生啊，无业游民游来游去啊，还是很幸运的。证明了一点，音乐跨国界的。其实我觉得身影只是个身影，不要把身影定类。对，你不要以为小提琴它就只能拉经典的欧洲的古典音乐，事实上小提琴被用到所有的民族里头，它把这个乐器拿回来一遍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乐器了。印度拉小提琴它是怎么拉的，它是不是这样拉的，它也是夹着脖子，但是它 小提琴啪嗒把那个头放下来，用脚趾尖，他们又都盘坐着，就像做瑜伽一样的坐着，然后把这个头啊顶在那个脚趾尖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印度的这哎，他这是全是那个滑音，他那个是一直在换把，所以说他一直要很快的。印度的音乐都是这样拉出来的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可能就是夹不住，他这样一弄呢，就彻底的解放了。
其实你不能说小提琴只能拉那个欧洲的音乐，你要说小提琴就是个身影而已，少琴也是一样，少琴就是一种身影。高老师你看啊，无论是这个二胡改到少琴，还是你喜欢的摇滚乐还是爵士乐，其实都是在向往和追求自由，在你内心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？这个问题问的现在让我在想，其实我发觉他们说我这个星座啊，我当然不告诉你啊，大家都知道我是水瓶座，好像是这种有这个毛病，你说不想有一件事情做好了以后，或者是做过以后，不一定做好，做过以后再也不想再去做同样的事情了。而且呢，就是我的脑子就是真的是一会儿飞到这，一会儿飞到那，一会儿飞到那，就是绝对是喜欢自由的，就是往解放我自己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个目标是这个。所以说你说的太对了，就是心里一种自由的这种向往。高少卿是个极具个性的艺术家，无论是他的破还是立，都让中国民乐站在了新的起点上。我们可以继承传统，但是不能墨守成规，我们可以融会贯通，但是要坚持特色。无论是从艺还是做人，这都很重要。